好老實講，內地嘅疫情受影響嘅群眾比香港更多，而佢哋對口罩嘅嗰個需求啊，亦都比香港更大嘅。咁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時候，都依然即係諗到香港，亦都做一啲實質嘅物資上面嘅協助咧。我係非常之衷心咁感謝佢哋嘅。呢一場嘅疫症到底會幾耐，會連續幾耐，或者會幾嚴重，冇人知道。但係我認為每一個嘅政府或者每一個國家，甚至乎我哋每一個人啊，應該係互相合作。同心去抗疫。所以在國務院港澳辦的大力協調之下，在過去一個月，我們已經成功協調了內地的海關、生產商和相關的部門等，順利地輸出了香港有關的機構，包括醫院管理局，包括特區政府，早前亦都包括一些批發商去訂購的口罩，總的數目是達到17000個的。